静谧的老洋房，记录着几十年的故事。我置身其中，感受时间的意义。墙壁变成了泛黄的底色，布满痕迹的门连接着过去与现实。我推开门，看向远处，门外是车水马龙的城市，高楼大厦和汹涌的人群显示着城市的生机。与陈旧的洋房完全不同，却又存在于同一个世界里，构成多样的风景。也许这就是时间的意义。